箱设有洗手间，使用洗手间时请不将杂物丢进电池内。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，公安部门郑重提醒您，严禁在动车组内吸烟，因为动车组内吸烟会触发烟雾报警，导致紧急停车。如果由于吸烟造成严重后果时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感谢您的配合，后会有期。
请注意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空隙，请带小孩的旅客开护好，小朋友。由于中途停车时间短，未到站的旅客请不要下车，并开门后换乘。当时是被到列车全程禁止行车，谢谢乘客。各位旅客，本节请通行车站牌加红灯站，中途落车准备携带两箱纸巾纸，请勿靠车门。落车时请注意车厢与站台之间的。